提到苏联的重型坦克，大部分人首先想起的应该都是经常上镜的 IS-2， 或者是大脑袋马桶头的152教主 KB-2。相比之下，标志着苏联重型坦克从30年代的多炮塔移动杂货铺转向单炮塔设计的奠基者， KB-2 的机型 KB-1 相对来说就有些低调了。尽管机械素质不甚可靠，和T-34-76毫无区别的火力也让很多指挥官颇有微词，这种不尽完善的坦克还是伴着苏联红军度过了最困难的1941年，无数忠诚的钢铁巨兽以身为盾，为日后的胜利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那么欢迎来到这一档勤奋更新、内容很多的积木测评节目《坏血的乐高仓库》。我们今天评测的主角就是这台朴实无华的小霸王，由全冠积木出品的 KB-1 重型坦克。全冠的这台 KB-1 成品规模大体比较可观，车身长度约为22厘米，车宽也有12厘米左右，和全冠的大部分积木坦克占地面积是差不多的。只不过因为 KB-1 的炮管比较短，气势上肯定不如很多长身管火炮，更多的会呈现出一种朴实的厚重感。众所周知的是，全冠的积木坦克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在比例上出现严重的失调问题，但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意外，这台 KB-1 的身材可以说是全冠当年的产品中最协调的一款。虽然仔细来看， KB-1 还是有全冠祖传的脑袋小身子大这个毛病，但因为实车的炮塔本来就显小，76mm Z45型坦克炮身管也不长，所以看起来差别并不是非常明显，至少第一眼给我的印象并没有3号谢尔曼那么离谱。而把视角摆到偏正面一点，两条宽履带用到苏联车上也是恰到好处，正脸还可以看到 KB 家族标志性的三段式前装甲，手上装甲上的前大灯以及两条牵引钢缆。以全冠这一系列产品的普遍表现而论，能做到这样的还原度已经非常出乎预料了。当然在车体前后，你还是可以看到全冠祖传的小零件凑数，接缝稍微是有一点多，尾部零件的水口还直接暴露在外，不得不说看起来是有点掉档次啊。玩点上它的表现也还算 OK， 借助套在负重轮边缘的橡胶轮圈，履带的推动手感非常顺滑，松紧度也是恰到好处。不过这个橡胶轮圈不知道是不是个别现象，不少零件的边缘都有非常明显的水口残余，个人建议用笔刀修剪一下，要不然肯定是会影响推车的流畅度的。炮塔360度旋转也是不成问题，顶部的一个舱门可以打开放行人载，主炮也可以上下活动，就是这个俯仰角吧，多少有点科幻了。发动机舱舱盖打开，里边躺着的不用我说你估计也知道，肯定是全冠祖传的那台12V2柴油发动机，这次用在苏联车上倒是物归原主了。总的来说，在全冠的各类积木坦克中，这台 KB-1 属于非常难得的板正造型代表，整体身材比例没有出现过于明显的不协调，迷彩配色让整车观感提升不少，细节造型也没有太大的槽点。虽然除了祖传发动机就没有其他内构，全冠的零件质量和国产一线厂商也存在不小差距，这套标称768片第三方店铺普遍标价115元左右的 KB-1， 我个人觉得还是全冠这一系列早期积木坦克中最值得购买的，起码比什么六对轮的 T-34-85、 长得比4号还大的3号坦克，除了名字之外啥都不像的虎王要顺眼太多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分享。这里是坏血的乐高仓库，我是93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